醉了，昨天试试我这个电话口头按着，按着我的哥哥。走，好的，按上什么？小黑子，你干嘛？哎呦！单枪匹马关，但初始植物是个闪电芦苇，植物这么弱。老大，你比我好多好厉害的僵尸。大妹，本大嘴不怕。啊、这一关作者说暗藏他家哥哥。好家伙，一开始你就哥哥突袭是吧？这关看起来好像不难。臭他妈的！看起来也不难耶，不难耶，训老大。本大嘴知道了，这关先击杀阴阳师讲师，我们让风过来。看到了吧？真简单。什么？老大？可恶的章鱼僵尸！这次只要盯着章鱼僵尸就没事了，看好了。完了，我再来。还是被抓住了。可恶的章鱼啊，这是暗藏章鱼，不是哥哥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再来。Later。哎呀，我画钻石是吧？我画。这下我一定可以过啦！开始了，可变的力量！洗嘞洗嘞洗嘞！哎，成功过关啦！我厉害吧？